原标题：毛主席麾下五位军事天才，四个瘦元帅，一个瘦大将军衔十大元帅，分别是朱德、刘伯承、陈毅、聂荣臻、彭德怀、贺龙、罗荣桓、林彪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。而十大将分别是粟裕、王树声、许光达、陈赓、罗瑞卿、张云逸、萧劲光、徐海东、王克诚、谭政。而在这二十人中，有五位被称为毛主席麾下五位军事天才，元帅中独占四个，大将中占一个。这几位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战绩，都是党内无人能比的。一、刘伯承。刘伯承综合战略和战术都非常之高，在为当代中国难得之军事家。而在日本人眼里中，他和蒋百里、杨洁、白崇禧这三人是并称，还在苏联伏龙之军事学院学习过，回国后担任红军总参谋长。毛主席曾风趣地说，刘伯承是天上的一条龙下凡，里面的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？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，智取尊印、强渡大渡河等等重大军事行动，包括解放战争、中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、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、下定陶归师南下、千里跃进大别山、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，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，打下南京城，挥师向南，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，也为他赢得一代军神的美誉。二、徐向前是一位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统帅，可以这么说，在红军时期，没有任何将帅的战绩比得上他。在苏家复战役，他歼敌三万，反六路围攻中，他以四万人对敌二十五万，最后歼敌八万多，把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人。可惜在担任西路军总指挥，由于孤军奋战，最终几乎全军覆没，从此他在军中地位开始下降。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他战绩不怎么样，这并不是说他的领兵能力下降，而是与他所处的职位所带领的部队多少有关。三、林彪有着红军灵鹰之称，林彪擅长打精致的、有把握的、有效率和效果的名仗，尽量减少伤亡人数。在抗日战、中平型关一战，让林彪声名大振，也是八路军第一次经典亮相。后来的解放指挥辽沈、平津两大战役全歼国军精锐，之后林彪带领四野战华中、晋中南、渡海南一路凯歌，可以说是纵横天下，也为他赢得一代战神的美誉。四、彭德怀。彭总是一个敢打硬仗的元帅，是主席最倚重的将领之一。解放战争中，指挥仅两万余人的部队，采取磨骨战术和聚歼战法，把胡宗南的二十三万人拖住，甚至击败，还歼灭西北最凶悍残忍的马家军，打爆了当年西路军的一箭之仇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在朝鲜战场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军事强国面前扬威。五、粟裕。粟裕和林彪一样的战神，两都有个共同爱好，那就是爱看地图。而从解放战争的历史来看，指挥大兵团作战也是粟裕的强项，淮海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就连刘伯承都说，粟裕同志置身勇臣，百战百胜，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